几位老师傅都经历过生意大好，没日没夜忙着制作神桌、嫁妆与家具的日子。产业兴衰是复杂的外在因素，但不变的是古法匠艺的坚持以及对顾客的承诺。今麦门啊，你们大概好好调啊，这个布已经薄薄，哎。谢大木器行历史悠久，老板李炳荣继承父亲李阿维的事业，以汉式神桌、唐风家具成为大溪的知名老店。李炳荣看重客户的每一张订单，对于传统工法、制程与协力伙伴之间的默契，拥有相当的自信。中国的传统家具，就是用榫头来做榫接。不用铁钉下去固定，都是靠这个榫头左右上下横横的去串联，把它这个结构做好，也寿命会长。每件作品从木料挑选开始，就必须展现出专属大溪的匠师精神。基本上台客你所用的茶就是花梨木、油木、缅甸油木、泰国油木、寮国的花梨，因为这几种茶哈，这几种茶有伊真好的特色，伊的甜度有够，韧性有够，稳定性就高。咱台客做一个茶，浸的水底浸三天，佮提起来吼，绝对袂变形。对李炳荣来说，将木料变成木器，比的是态度。招牌就是信用，产品就是名片，师傅们必须负全责。那那个手把呢？他需要的五金呢？手把都做意那个意大利的手把，他不要他自己的。依循古老工法与工序，则是最重要的关键。而每个工序都怀着高度的专业。以这个客制橱柜为例，木料经过切割，毫木耗光磨平后，就进入榫卯组装的关键工序。透过木构件的凹凸连接，让榫头插入锚眼中，木件才能紧密结合。以前的做法是一空一榫一空，现在做这样都工无榫，这边榫这边空，这边榫这边空，这样结合起来，以前一定就是不会贪。这样决定不会去变变起来，这双边都有榫有空，硬条条，它就较稳固，所以说这个榫头会较用。这个八字叉，就是因为咱这个独花心爱起这个线条，吼爱起这个线条，所以讲这个线条起来，这个八字叉再对。啊，为什么爱做这个银牙榫？这个银牙榫细细一下，这个银牙榫就是因为咱咧倒落了后，这个扎袂扁，扎袂扁。你若敢那有一个榫，无这个银牙的时阵，伊这倒起来，这榫头会扁扁，所以讲这个袂平。基本结构完成后，交由凿花丝接手装饰。匠师透过深浅雕刻等小木作工法，创造出各种华丽的图样。雕花是也有雕深雕的，也有雕浮雕的，也有雕比较平面的。好，起码都较流行墨灰。
枣花雕刻完成后，进入墨绘、彩绘或是安罗甸的装饰程序。透过匠师手艺，为木器创造华丽典雅的装饰效果。台客受到台北大地区这些客户要求，伊希望心都爱豪华，所以咱台客这些业者，就研究一挂出来较豪华的布道，哦，比如讲香梨皮啦、镶嵌贝壳、雕刻深雕、细雕，哎，这种比较豪华版的。最后一道工序称为修漆，也就是上漆涂装。上漆是木器耐用的重要关键。像木头一定压个歪嘛，它就是会自然反应啊，不是龟裂就是热胀冷缩的问题嘛，伊无就瘪开嘛。漆就是保护它的那个，就是刚刚好一层纱嘛，啊，它不会去受风寒啊。匠心除了手艺，还包括了对于职业的忠诚与自我要求。师傅教的精湛技艺与商道，必须要代代传承。就大目擦寸，右目擦分呐、啊，啊，就我们右目都要做比较仔细一点的、啊。手工匠艺与售后服务可以说是李秉荣获得顾客信赖的关键。带着感情的木器，或许正是最珍贵的大溪特色。你买一项家具，你买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万一来讲去，让孙啊弄气拆去啦，还是吼、哦，那牛仔裤椅啊坐着啊去撸着，咱台客产业也用做这无条件的服务。那以前传统观念就是，只做成桌，那其他就是没有经营到。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，就是变成要包含很多，你家具啊、装潢的设计啊，现在就要去这个方面去转变啊。多数大溪匠师所求无他，坚持的就是一种不能被时代淘汰的技艺与精神。面对木产业的兴衰，职人的荣誉已经为大溪匠师下了时代的定义。是要阁维持落去，吼，因为这种技艺，你也万一即间失传一代，无感觉，第二代，就可能这个技艺甲技艺可能大家拢无见。